现象篇经文第五大段，称阳福德，嗯、前面、嗯、现象菩萨都到齐了。 我们看到无比殊胜、庄严的场面。这个时候，菩萨呢，这个尽兴的，伸说自己。 对佛的称赞，赞佛的大德大能，无有边际。这个颂文分两大段，第一大段呢，就是。 眉间光中的画佛啊，他首先呢来赞颂佛德，后面呢是十方菩萨。 清凉大师说：“心中猜忌。从十方来这么多菩萨，佛就现瑞也。啊，从眉间放光啊，啊，光中化菩萨。” 这种现象，在本经里面呢，次数很多，说明祝福如来与一切众生感应道教。不奢十界应缘。 那个时间呢，配得恰到好处，这个意思我们要懂，我们要学习啊，那就是红发立生呐，一定要认识时机因缘，这一段事情。 本来很难啊，这是真的，因为我们是凡夫啊，没有佛那么大的智慧，也没有佛那么大的能力啊。只要我们有兴趣啊，初学总是试探。 就像婴儿啊，才会走路，才会说话。你看看他那个一举一动啊，都在模仿，都在试探。我们今天在佛门，就像出生的小孩一样啊。 啊，试探觉得有问题了，转一个方向，啊，另一个方向再试探，啊，原因决定是多方面的，啊，这一方面没有成熟，那一方面成熟等待那一方面成熟之后，再回过头来这一方面也成熟了。 成熟的地方先去啊，区啊，做出一个好的形象，这个好的形象呢，把那个没有成熟的地区啊，也都把它带上来了，啊，都成熟了，这是正确的。 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法不仅在修学上是合合婆婆的，在弘传上啊，弘法传法，在利益众生方面，没有一样啊不是合合婆婆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呢，要懂得如是的学习。 现在请看经文，啊，这第一首啊，这是眉间圣音菩萨的赞颂，啊，总共有十首，介于众中成佛威神，观察十方而说颂言。 这一段是设计以，啊，下面的这是正书。是手机。内容啊，总的来说是赞俘。里面所含的深意、啊。 也显示前面的这个四十句的大问，四十句问呢，实际上可以归纳成十海，啊，这个十海里面呢，就包含了。 四十句的大文，第一首机是福海啊，清凉大师在柱子里面跟我们说的很清楚啊。第二首啊，严说海，第三首机 是变化海，一毛显世故啊。第四首机是众生海，第五首机是世界海，第六首啊是法界安利海，第七是波罗蜜海，第八了，是佛受量海。 第九啊，是解脱海，以普贤菩萨做代表，啊，得到真实的大自在啊。最后一首是名号海。 我们看他这个射手的排列，这个意思很明显啊。最后啊，总结到持名念佛啊，第九是普贤菩萨了，第十是名号啊。 这些里面的都含着很深的意思啊！名号海里面为我们说明一个事实：《敬业三福》里头讲的身心因果，念佛是因。 成佛是果，设佛三世一切诸佛如来，怎么成佛的？啊，这个地方为我们显示的是念佛成佛的，这是事实。 因果法而如是啊，它有理论的依据，理论是什么呢？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心里面想佛，那哪有不做佛的道理？ 这是理呀、啊，心想菩萨，他就做菩萨；如果心想贪嗔痴，他所现的境界就是三无道啊！少法界一阵庄严了、啊。 不是佛菩萨建立的，不是上帝创造的，也不是阎罗王安排的，从心想生。祝佛菩萨。 啊，上帝、阎罗可以跟我们做助语啊，主要的是从心下生。道理要懂啊，然后才知道我们齐心动念呢是多么重要。 现在，请看第一首颂。佛身充满于法界，普现一切众生情，随缘覆感迷不周，而恒处此菩提座。 这一首偈是赞颂佛海，总说啊，第一句话，佛身充满于法界，这是讲的体。 遍虚空法界，在本经就是法身佛，毗卢遮那如来，毗卢遮那名号的意思，要是。 翻成华语就是变一切出那我们要问了，他有没有像呢？ 我们今天在一些大的这个道场里面，看到有皮卢殿的。啊，这个大殿里面供奉着一尊皮卢遮那佛，啊，坐在一个大莲花上面。皮卢遮那佛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像呢？ 给助手说，没有像。虽没有像它能现一切相，它是宇宙万有的本体啊，是能现能变。 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本性呐，啊！所以诸位一定要明了，我们的真心比宇宙还大，宇宙是真心变现出来的呀。 啊，宇宙啊，就是我们佛经里头常讲的虚空法界啊，虚空法界是心性变现出来的说真话呢，是心包太虚量呢，量周杀界。 量跟心一样的，所以虚空法界比心量小啊。这个心量要现前，修学大成就方便了。 许许多多的障碍、啊，自自然然的消失了，没有了。啊，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，要知道啊，无量无边的障碍、啊、是从心量狭小里头生出来。 随学大臣心量不能不大了，什么都能够包容啊！啊，佛在经教里面常常教我们：不念旧恶，不憎恶人。 这是叫包容啊！特别提醒你，是因为你心量太小了，你不能包容啊！我们想把自己心量拓开从哪里做呢？就从这里下手进一步。 学普贤菩萨礼敬祝福。啊，祝福。过去佛、现在佛，这不必说，未来佛就是净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。所以说，一切恭敬啊。 那我们不能做行吗？不能，不知道。学佛的终极目标。 明心见性而已啊！所以首先要肯定我们的发生跟佛的发生是一，不是二啊，充满法界。第二句是讲的作用。 普现一切众生前，发生在哪里？本性在哪里？真如在哪里？你是迷了啊！你不知道啊！ 华严经上讲的好啊，“唯心所现，微识所变。”这两句话讲什么呢？讲的是净虚空变法界一切现象。 说得近一点，设法界一真庄严啊！再说得近一点，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境界：眼之所见，耳之所闻，鼻之所嗅。 学之所长，身之所粗，无一不是为心所现呐、啊，为识所变呐、啊。这是什么呢？心得了，心得自然的流露啊。 这个现象就是虚空法界，差土众生啊！可惜世间人迷而不觉。 第三句，随缘复感米不周。这一句，就是我们平常赞叹观世音菩萨，千处祈求千处应。 楞严经上所讲的随心应量，啊，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，语言是众生呐、啊，众生有感呢，佛就有应，哪个地方有感？ 哪里就有意随时随处无不现身啊！十方世界，众生同时感，佛同时也。 这个事情呢很难懂啊！我们举个例子来说，今天我们在此地一起学习《华严经》，通过王吉、王路的。 传播这个电波，周边这个世界，这就是印呐、啊。 诸位同学，不管你们在哪一个国家、哪个地区，你打开网络啊，这个影像就行了。你打开网络是干呐，我们晓得，许许多多地方同学。 你们现在都打开你们的电脑，打开我们的网址，啊，你都能收看到啊！毗那遮那如来。 设法一切诸佛如来，全是毗卢遮那如来的变化所作。毗卢遮那是能变呐，能现呐。我们这个身啊，这边这个花。 这一边这些树，是不是平诺江那变的呢？是啊，一点都不错啊！啊，平诺江那在哪里呢？你指着这个花，是的，没错。你指着这边树，没错。能变所变的。 能所不二啊！啊，所以宗门禅宗大彻大悟之后，老四就问了：“会吗？”啊，会是什么呢？你是不是真的体会到了吗？啊，体会到了，在哪里？随念一发，老四这个时候。 注意他的心，注意他的态度，心真的真诚清净，态度诚诚恳恳，点头啊，肯定了、啊，给他印证了，确实入了这个境界。 入这个境界之后，那个人是什么样子的？给诸说，一片慈悲啊，冤亲平等啊，万法一如啊。 众生要他的身体，老虎想吃他，欢欢喜喜供养啊！啊，到这个时候一切为众生，众生就是我，我就是众生。 真的觉悟了，妄想分别执着一扫而空啊！他那个时候的心情，就跟《六祖坛经》里面所说的“本来无一物”，《般若经》上所说的。 无所有，不可得，毕竟空。他圆满的切入了，所以一切众生需要帮助的时候，立刻就应众生有心。 深感呐、啊，如来无心而音呐，啊，就像我们现在打开这个电脑频道一样，我到时间了，我想看，你是有心的、啊，频道整个播出去了，哪个地方，这个打开这个频道都能看得到。 无限于一个地方，但是我们这个频道确实有限啊，只限于这个地球，而且这个地地球的时候，还得要有这个卫星通信的那个，在它范围之内，你才能收到啊，不在它范围之内，收不到啊。 啊，那么一颗卫星它的范围是有限，所以必须要许多个卫星啊连起来，全球才能看得见。发心不然呐、啊，发性是自自然然的，充满发结。 啊，无需要像卫星一个一个在传播，不需要啊。法界是它变现出来的，它当然周边法界当然它这个波啊，在佛法里面呢，不叫波，叫光。 它的光当然是周边发起啊，普现一切众生前，这是自自然的现象吗？当然之理吗？对，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因。啊。佛虽然有因。 而很处此菩提座，这个咱要的本子是处不菩提座，这个“不”是个错字，啊，是“此”。注意，如果用这个本子呢，把它改过来。 啊，苏超里面是正确的。啊，苏超里头，他这个小注也注了。啊，词咱作不。啊，咱就是指咱要。啊，说明这个字跟苏超不一样。啊，注出来了。 这个苏超，哎、呃，正确。这一句话说，不动本呐、啊，心心如如不动。 自自然然的周边发界，啊，就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电波，啊，或者我们用太阳来做比喻，啊，阳光啊，阳光遍、啊、照大地，啊，现在有科学的技术。 把阳光变成能源，这就好像随缘复印，弥不中了。科学技术如果更上一层楼，啊，更进一步，也许可以能把阳光啊。 转变成动力，科学家已经在做了啊，许许多多这个太空当中的卫星。 利用啊阳光的能源来发电的。啊，我们也看到有用这个太阳能啊电灯。 我们看到一些路灯是利用太阳能太阳能的现在有许许多多家庭，我们看到屋顶上有一个装置啊，那是吸收太阳能，把家里头的用水温度提高啊。 越水越用太阳能啊，这个有一点像。这第三句“随云复感，没不周”啊，啊，那太阳能动了没有呢？没动。嗯、由此可知，菩提坐。 是比喻，是表法的，不是真的。那个地方有个座位，啊，坐在佛法里面都是表不动啊。你看人坐在那个地方很稳重啊，啊走着是动的，站着不稳定。 随时它会动，坐在那里啊，很稳重啊。所以，坐表不动，真心没有动过，本性没有动过啊，它是体，它是理。 学佛最重要的是要明了这个离体，是要把这个离体抓到啊！佛法里面讲真的了。 怎么证得呢？如果我们自己的心不动，就证得了。不动是不动就是离体。可是我们现在的心动啊，起心动念呢、啊？前念灭，后念生呢、啊，相续不断呢、啊？ 佛讲这上叫妄心，这不是真心，真心是不动的。所以佛法的修行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所有一切方法门道，修什么？修不动心呐、啊。我们念佛的目的在哪里啊？一心不乱，一心就不动。 二心就动了啊！阿赖也二心了一心里头又变出一个心来啊！阿赖也是心啊，动了吗？妄动了吗？ 啊，莫那一时千五十，越动啊越多，出的状况越多啊。这个动的相呢，叫做无名啊，不明真相啊，不明体现呐、啊。 啊，所以诸位要晓得，无名的相是动的，自信的相是静的，正真如本性的相是不动的，啊，没有现象，没有形象，它不是色，它也不是身。 它也不是气，我们六根接触不到，但是它就在我们面前。我们这个根身，我们的气界，气界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，啊，大到虚空法界。 都是它变现的，它怎么变现的呢？动了就变现，不动不变现。啊，像水一样，水不动水平，像一面镜子一样；水一动呢，哎，就有纹了，啊，就起波浪了。 虚空法界是吗？是波浪。现在西方科学家，哎，有很聪明的，啊，我们听说了，不能不佩服他。他说。 这个世间呢，根本就没有物质存在啊！那个物质是物质，就是讲一真庄严呐，一真庄严都是物质啊，根本没有物质存在。物质现象是什么东西呢？波动的现象。这个话说的高明啊，一点都不错啊。 净虚空便法界，所有一切现象啊，无量无边的佛刹，无量无边的众生啊，众生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，叫做众生。啊，动物是众生，植物是众生，矿物是众生，所有一切自然现象都叫众生。 波动的现象他这个说法跟佛经上讲的完全一样啊。佛经上讲，这个宇宙从哪里来的？生命从哪里来的？万物从哪里来的？说无名不觉生三世。 境界为云长六处啊，这两句话就是波动，无名无名就是波动了，啊，这一动，像现出来了，波动的时候没有像啊。 像水一样，水平如镜啊，没有像啊、哎，稍稍一动呢，波就起来了，微波，从微波越变越大，变成惊涛骇浪。 所以，真相确确实实是波动，啊，波不管它怎么动，水不动，而恒处此菩提座，啊，波动是真的，动是假的。 这真跟假要搞清楚啊！真假是一，不是二。假的不动了，那就是真的；真的动了，就是假的。所以，真假是一，不是二啊！啊，我们也不要去分别，不要去执着啊！啊，执着错了啊，真。 很好，假也很好。说真是体，说假是相。啊。比如我们用个黄金做一个狮子啊，你说这狮子没错，很好。你说它是黄金也没错，也很好。 你说它黄金是从体上说的，是从不变上说的；你从讲狮子从相上说的，相会变啊！我不想要这个狮子，我把它做成一个小猫、小狗，像是从心想生啊。 可是体呢？不是从心想生心想是识嘛，为识所变嘛。诸佛如来、化身菩萨，他们的本事是什么？嘿，就是。 平常说的一句话啊，一不变应万变，那就是佛菩萨。啊，我们凡夫呢，我们凡夫是一变应变，这就糟糕了，啊，永远纠缠不清，永远没有办法把问题解决清楚。 啊，佛菩萨高明地方是，他以不变应万变，什么问题到他那全摆平了，全解决了。这个道理很深呐、啊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头。 这一句话说的很有意思，不动本而周遍，则设身圆融，变四法界。啊，这个四法界就是此本经上所讲的离法界、四法界、离四无碍法界、四四无碍法界。 华严经上讲舍身呐、啊，舍众生呐，舍身与音容啊，一即是十，十即是一啊，周边司法界啊，这个记文里面。 佛身，佛身就含着有佛的舍身啊，圆融周边四法界，周边一切法界啊啊，所以这个佛身呢、啊，是理是体。 法界是四，是相，但是他可以忽悠。啊，也可以说佛身是四，是相，法界是离，是体，它是一，不是二啊。 大臣经常常说：“性相也如啊，理事不二啊，你观看的角度不一样说它是题行，说它是相也行。” 说它是作用也没错啊，那么最重要的一个一个一个关键的问题，如何能够证的离体，你才能圆满的通达了。 啊，才真正能做到四思无碍啊！这个大思超里面。 应用之中，自有本末。菩提坐身就是本，周遍说方呢，这就是末。本末也是以。 多少？这是华严教义、啊。菩提坐身，身是法身；坐是法界。啊，他表的意思一定要懂得。 发生跟发界是本，为什么呢？不动周边设方呢，是它起的作用，作用随远呐、啊。 我们在这个经上念的太多了，随顺众生的欲要，啊，欲是欲望，要是爱好，也就是说，随顺众生的需求，随顺众生的爱好。 通通现呐，没有不现的。众生好善好德，你看看这个自信，就现清净庄严的法界。 啊，现这个好的环境呢，众生心恶毒，就先，三土地狱的法界，通通先。平等的先我们接着看第二首记。 如来一夜夜毛孔中，一切刹尘诸佛座，菩萨众会共围绕，言说普贤之圣行。哎、呃，这是第二首，啊，清凉大师。 把它配这个涉海啊，也涉海。这个这一首偈子里头，言说普贤至圣贤，这个意思很明显。《是手机里头啊，有些地方我们要用意思去体会啊，文字没有提到啊、嗯。 如果不是大师给我们提醒，我们往往粗心大意，没有看出他的意趣。<coughs> 这首跟底下一首。 都是以最小的相啊，毛孔是正报啊，最小的微臣呢是医报啊，最小的以最小的相呢能够光荣。这个是。 四事无碍的境界呀、啊，我们很难理解啊？为什么呢？不是我们的常识啊，不是我们的境界，我们境界里面。 大荣小没问题，小荣大了，不可能啊！没有见过，也没有听说过啊！佛法当中常说，戒子纳须弥。 啊，芥菜籽很小啊，像芝麻一样啊。那是容纳，能够容纳须弥山啊。须弥山没有缩小，芥菜籽没有放大，怎么能容纳？佛说这个话。 众生听了，总感觉到大惑不解啊！这是个疑惑、啊，是不是？佛说这些是比喻不是事实。 啊，我们初学的人总是这样想法，总是这个看法，要用自己的知见来解释佛所说的经经法，这样往往就解错了，不解如来真实义啊。 不知道如来所说的都是事实真相啊？为什么？如来看到事实真相了，我们看到是假象啊？ 假的心看假的相，永远不得其正啊，啊真心看假象。哪有不透彻明了的道理呢？ 线子，诚信的，他是自信变现的；徐弥山也是自信变现的。信没有大小，有大小，小就不能容大。 没有大小啊，就能互融互变呐、啊。仪说出来了，我们听了之后，哎、呃，感觉到是有一点点对，但是又不敢接受。 为什么呢？这个理由我们不能证明啊，所以总是半信半疑。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态学佛，亏就吃大了。 怎么办呢？真理，我们求证。用什么来证实呢？还是用心，把我们的妄念呢，逐渐逐渐放下，恢复我们不动心。 于是你就能证得了一切菩萨的正无上菩提，没有别的方法。怎么样把妄念放下？啊，你说怎么样放下？那个方法多了，八万四千方法，无量无边的方法。 这些方法针对一桩事情，放下了妄想分别执着，就对这么一桩事情啊。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，佛所说的这个境界，你就都明了了。为什么呢？ 你证得了清正的境界啊！你虽然清正，你的说法跟佛一定是一样的。没有清正的人听到，还是怀疑，还是打很多问号，必然的。 于是我们就明白了，修行必须在一切时、一切处、一切境缘之中修什么呢？修不动心，修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这叫真修行。 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从早到晚，在你一天到晚工作里面，啊，在你的交际应酬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你记住一句话，啊，我们净土宗的人修什么呢？一心不乱。 真净土啊！心静则佛土静啊！现在我们来看《这首记》的经文：如来夜夜毛孔中。 一切差成，祝佛做、啊、毛孔很小啊，佛差很大了。嗯 不是一个佛差了，一切佛差。啊，一切差成。诸佛有多少呢？一切差成数啊。 那么多的祝福，坐在里头啊！我们常讲，一毛端里头转大法轮呢，啊，一尊佛在那里说话说法，无量菩萨围绕，那跟这个比呢？那不能比呀、啊！ 这个意思，实际上说什么呢？一毛孔里面含摄着净虚空变法界，一法都不漏啊！菩萨众会共围绕。 菩萨比佛更多了。佛是一切差成，祝福，一切差成熟的祝福。菩萨的数量不晓得超过这个多少倍。也说普贤之圣性。 华严经上说：“一切一切，一切结。”这一首偈是四四无碍呀、啊，不思议的境界。我们在四十经里面读到，啊，四十华严，经题上。 入不思议解脱境界，就是这个境界。普贤行愿清凉大师跟我们讲啊，普贤行愿是能如，不思议解脱境界是所如。 能所不二，没有普贤行，你就入不了这个法界，你就对佛这些话，你会感到莫名其妙。 具足普贤行，你就能起如啊,啊！那我们要问：什么是普贤行？现在你懂了，《大方光佛华严经》是普贤行。 那个《十大愿》呐，是普贤行的纲领呐、啊，《华严经》是普贤行的细说啊，是不是我们这部《华严经》呢？不是的，这部《华严经》六书。 细说在哪里呢？细说净虚空变化界，一切理世性相因果。所以龙树菩萨讲啊，《上本华严经》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记，一四天下微尘篇。 到底是什么？尽虚空，遍法界啊！一切现象、离世因果，圆满的还是？ 在其中啊，那么在这一句里面，境界不是我们境界啊，我们要学的普贤行,行。 江西当中啊，跟注意做过多次的报告啊。普贤行,行与大乘菩萨行有什么差别？要就四相上来说，是毫无差别、啊。差别在哪里？差别在心量。 果然是心包太虚，量州杀界。那你所有一切行都是普贤行，就差在这里、啊、换一句话说，利妄想分别执着，就是普贤行。 立执着没有立妄想啊，立分别也没有立妄想，不是普贤行,行啊，普贤行,行妄想也放下了，妄想是无明啊。 佛在经上给我们讲，四十一瓶无名，你放下一瓶，放下一瓶呢，你就见到不动的性体。你还没有放下这个不动的性体，你没有见到啊。 设法界里面的佛菩萨没有见到啊，设法界的佛菩萨那有很深的定功，能把妄心控制住，叫他不动啊，叫这个妄心呢不起作用，但是。 没有见到啊，真体、真性没见到啊。他即使见到真性了，就破一片无名。啊，破一片无名是真不懂的。 不是控制叫他不动，设法界里面是把他控制住叫他不动，不是真不动。啊，真不动啊，就是信心啊，我呢，就是这么个境界，也只能说到此地。 再往深处说，我不会了。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，学习的方法，自己一定要晓得。 自己从无世界以来迷真著旺啊！我们把真心真相、真事、真理完全迷失掉了，随顺忘心。 随顺烦恼习气呀、啊，念念呢都在造业啊！业感得的果报在受报，我们无量劫来啊，就沦落到。 这个境界里头，念念都造业。那么这个造业，总而言之，你不是落在妄想里面，就是落在无名里头。 过不了六道轮回。这是佛菩萨在经论里面常常感叹的，可怜明者啊！我们是真正可怜明者。 佛的教法无量无边，法门无量啊！但是要晓得理只有一个，如何求不动心？就这一个道理，无量无边的方法。 方向目标一个啊，我们净中念佛，念佛目的在哪里？一心不乱。你要是果然求得一心了，你就能见自信弥陀。 你见到真佛了啊！你见到佛的真身呐、啊！我们用念佛这个方法，明心见性。 那么，这个功夫在念佛法门里面讲，理也心不乱啊。要达到理也心不乱，也有层次先心要成就啊，事也心不乱。 四叶仙不乱功夫也有前身不同，最前的功夫成片。我们先啊，现前现阶段把我们的功夫定在成片，到成片呢再提升一级到四叶仙不乱。 要晓得，不断向上提升，这就对了。你的路啊，完全走正确了，其他的事情啊，是附带的。我有能力，有缘分，我就做。 没有能力，没有缘分，可以不做。啊，这个缘分，现在人讲机会，有这个机缘吗？你应该要做，为什么呢？帮助别人，这个法是大乘法，不是小乘法。 所以，念念的念虚空法界，一切差尘众生啊。念念的确实有这个心愿，护持差尘诸佛的正法。 念念呢有这个心愿，把如来正法介绍给无量无边的一切众生。真有这个心，真有这个愿，所以有缘一定走，决定没有推诿，无缘。 不勉强啊！不管有缘还是没有缘，不管你做还是不做，你修的一定是清净心，一定是一心不乱啊！所以讲呢，在生活里面修一心不乱，在工作里头。 修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是戒定慧三学具足啊！这个戒是定功戒、道功戒。换一句话说，一切静缘当中啊。 常常保持自己的清净心啊！但是你要记住，你要了解什么是清净心。清净心里面包含着真诚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 找一个，你的心不清净了，清净心有欠缺了。不但包括这四条啊，还要包括看破、放下、自在、随缘念佛。一个清净心呢，要包括其余九个。 离世完备也，真清近啊！一念之中，一思之中，一尘之,之中，圆满具足。 如果就《华严经》的这个教学科目来说呢，在一念清净心中具足十波罗蜜，具足十大愿望，缺少一条。 你的心境不清净了，啊，不是纯净的，不是纯善的。一实一无如是，四实五无无不如是啊。我们接着再看呢，第三首。 如来安处菩提座，一毛视现多刹海，夜夜毛线习亦染，如是蒲洲于法界，这一首跟上一首可以合起来看啊，上一首。 是如其理，这一首讲的是四“四包含着理，两句合起来看。 前面六句，一毛孔包含了三世界。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这是三十件。 有情世界，气世界。知正觉世界，这也是三世界。都包括在其中啊！啊，最后这两句。 夜夜毛线袭夜然，前面是夜毛孔啊。现在讲。 夜夜毛孔都是这样的出现，如是普洲与法界了，然后你才想到这个法界，重重无尽。 清凉大师，这个开示非常非常好，我们要细心去体会这个境界。变法界内皆有佛身，佛在哪里？ 我们也晓得，变法界内不但是借由佛身呐，可以说借势佛身，毗这样，那法身佛嘛，无有一毛啊。 不含差海夜夜毛孔都含差海啊，如来夜夜毛孔中。 他没有说“祝福夜夜毛孔中”，要说“祝福夜夜毛孔中”，我们就没份了。说“如来夜夜毛孔中”，我们有份呐、啊。我们夜夜毛孔中啊，也是一切差成诸佛座，菩萨众会共围绕。 我们哪里知道啊？啊，为什么说如来我们有份呢？如来是从性上说的，要说诸佛，那是从相上说的。一切众生的自信，跟诸佛如来的自信是一个心。 我们相不同，性相同啊！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因此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！本来成佛是从这个方面来看的。 啊，来说的。那要是讲植物跟矿物，啊，一切众生皆有法心。法心跟佛心是一个心。所以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。 这些话在《华严经》上不断在重复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它不是我们境界。希望在无数次重复当中，我们能够体认呐、啊，能够体会，能够认识。 这个提任就是提任自己，禅宗里面讲的“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”。经上说的这个境界，是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啊！啊，我们要敬佛啊，礼敬祝福，这晓得。 怎么个离间法了？祝福在哪里呀？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，就种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，皆是祝福。<noise> 我们对于。 任何一物不敬，就是对诸佛的实践。我们要敬佛，才能做佛。我们对佛不敬，怎么能成佛？ 所以，沉静是信德啊，唯有信德才能够开发信德啊，开发性德就你,你开悟啊，你明心见性呐、啊，不是性德。 你就没有办法开发心德，这一定的道理吗？孝敬是心德，佛教导我们从这里下手啊，孝养父母啊，奉祀师长啊，我们中国人家孝亲尊师。 学佛从哪里学起？从这里学起。孝亲尊师之行，儒家的《弟子规》呀，每一句、每一条都是现代的流露。 我们要明了，我们要落实，要真的去做啊！佛门里面的戒律清规，是现德的流露啊，是天然的秩序啊，不是哪个人制作的。 不是哪个人要求哪个人去做，不是的。佛法里面常讲“法而如是”，是自然而然。啊，我们能够明了，能够落实，不但是世界和平它的效果是宇宙。 厚西，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育里头极力提倡啊，所以古代那些做帝王的为什么称？ 皇帝为圣人，这个话不仅是恭维呀，是事实。啊，圣是什么意思呢？对于宇宙人生真相，通达明了，称之为圣啊。他确实通达明了。 所以，他建立一个政权，能够绵延几百年，能够传几十代，他要不是圣明，他做不到啊！他圣明在哪里呢？懂得这个事实真相。 他能够和睦天下了，与天下人和睦相处啊！啊，你看他住的那个地方，啊，他每天办公坐在那个地方，那地方叫什么什么名称呢？诸位到北京故宫去游览，你就看到了太和殿。 什么是太和、啊？跟宇宙和平相处，和睦相处，太和啊！啊，不仅是这一个国家了，这一个世界不是啊。 要跟虚空法界无量无边的诸佛世界和睦相处、平等对待，太好！这就是圣人呐、啊！太和殿后面。 忠厚，重要。如果不忠，那个太后有名无实。啊，忠就是没有一点私心呐、啊。你那个心要放在当中啊，不能偏，不能斜、啊。大公中正啊。 你要永远保持啊，所以中和后面是饱和。你们看看那个皇宫里头三个最重要的建筑物，啊，它的命名，它要是能够永远遵从。 不违背太和、中和、保和，给诸位说，这个王朝千年万世啊，它不会被人取代，不会被人推翻。这种见解，这种作为。 周礼的精神呐、啊，周朝周公制作的这一套制度啊，周礼实在讲呢，就是周朝的宪法，根本大法，它的精神就是太和、中和、保和。从前方东梅先生跟我讲过好多次啊。 如果周朝后代的子孙永远遵守周公这个制度，到今天还是周朝，为什么呢？真正是得天顺人呐、啊。 啊，哪一个老百姓不拥护啊？不爱戴啊？你大公无私嘛？你齐心动念嘛？都是为一切众生着想的嘛？圣王啊，要以佛法来说，佛菩萨了，不是凡人。 他的国家怎么会灭亡？没这个道理的。怎么会灭亡呢？后世子孙迷失了方向，祖宗定的这个目标方向迷失了，背道而驰，那一定引起人民的不满，于是就有革命了，就会把你政权推翻了。 所以，中国古圣先王讲的三合，你们看看跟这个经文相应不相应？清凉大师说得好：“一毛表谢，陀门。诸佛菩萨至所助故啊。” 诸佛菩萨住在哪里？住在解脱。啊！解是解开，把什么东西解开了呢？执着解开了，分别解开了，妄想解开了。解是解的这个。 脱是什么？脱了果报了。执着解开了，就脱离六道轮回了；分别解开了，就脱离十法界了；妄想解解解开了，就证得究竟圆满的。 大觉果位，住佛菩萨了，住的是解脱门呐、啊。你们想想，那个解脱门的意思，跟太和、中和、保和相不相应？ 解脱里头，因果具足啊！啊，太和、中和、宝和也是因果具足啊！大师后面说的好：“现多差海者，门门皆是净土因果。” 啊，为什么呢？心静则佛土静啊。哪里是佛土啊？虚空法界无处不是佛土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无处不是净土。啊，所以才想心静则佛土静。 啊，我们认为没有办法达到纯净纯善，这才想换一个环境来学习啊。求生阿弥陀佛的净土。啊，阿弥陀佛的净土是一个最理想的修学环境。 我们到那里去，去上学、啊，去求学、啊，希望我们在那个环境里头完成纯善纯净啊，然后你就会看到净虚空变化界，见识见图。永远不再堕落了，永远不再迷惑了。 我们从这个两手寄送里面啊，虽然不能肯定，可是你要细心去体会，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啊，体会不了呢，多呢。 念上个三百遍，常常念，啊，常常想着，不要求答案，对我们的修学就会有很大的帮助啊！啊，为什么呢？把我们从前错误的观念呢转变过来。 转过来之后，正知正见。修行头一个要知见正，啊，然后再慢慢要求言行正。好，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四。